搞不好又变成顺风利器了。你看，就斩掉一个。斩杀！终于斩了他啊！小心给他挑。那范大爷找那么好时机啊！如果大时机不掌握好。到处扔小剑啊！哟，好暴力！杀人太多，会忘掉自己。哎呦，紧追着我不放啊！不知道我要斩杀。哎呀，哎呀呀呀！我居然在塔下，不知道塔一直在打我，我现在变身，还准备继续进攻。我的第一次就这样子没了，第一次这样子没了，太坑了。518，哇，16分哎，我没死的话会不会有？